人的情感就好像被不同的颜色隐藏着，如果我们将这些颜色一层一层地拿走，你会发现最靓原来就是真实的自己。 Issa 的粉底将基底原有的光泽每层透现出来，这种就是最真实的透光机。 Let's look inside。